我们现在又在躲起来，爸爸在楼下，然后我们两个在楼上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讨论要买什么东西给爸爸。衣服。为什么要买衣服呢？他的衣服真的很少。他衣服真的很少。最多的是谁？你呀，最多的。OK OK， 我们网购一些衣服给爸爸。你呢？你打算送爸爸什么？这看。躲起来！好，爸爸很疼我们两个，要洗盘、晒衣服。啊，爸爸因为疼我们两个，他就做这些家务喽。OK， 我们现在计划准备这一些礼物给他。欢迎来到我的炫目币。现在我们选择，我选爸爸最喜欢这个。牌子的衣服，这很帅。不是他很帅，他的衣服很帅。大家好，大家看看这边有一包东西哦。我已经知道了，但是我不敢跟爸爸讲。为什么不跟我讲？It's a secret。 其实呢，父亲节要到了，又买了一些衣服给爸爸。我去拿简单。 OK， 先生拿些东西出来吧。这个是裤子啊。谁的裤子？但是呢，爸爸能穿这样矫健的裤子呢？谁是我的？哎，sorry， 爸爸 sorry， 都买了，马上就买了。哎，是我的。sorry 啊，爸爸 sorry。第三间是爸爸的没有？香肠。你快点抽一件爸爸的啦。Nope。这件，我觉得应该是我的。这件。Nope。L 给你，那么紧，不可以让爸爸一直穿 XL 了，让他觉得说自己穿得很松啊，不知道自己哈有重量。那爸爸一次过有两件，这个是 XL， 这个应该是爸爸的，这个19.9的嘞，嗯，这样子的咯，也是一样哦，这个19.9的咯。爸爸是妈妈杀我也是，我当然是要给爸爸赢啦，因为是父亲节礼物嘛。我这是顺便买，我们把书念下来，这个是长的，因为这也是书。儿童节。XL 的是爸爸的。是。哦，要young一点嘛。你看爸爸的 T 恤，你看可以有很多件 T 恤。所以最后一件也是一个 L。Yeah。爸爸有7件，妈咪有3件，萱萱有5件。OK， 爸爸穿了第一件。喂，隐身术。哎，谢谢你们。嗯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妈咪。嗯，谢谢你们。哎，你的礼物哎，你不是有送东西要送给爸爸？礼物呢？来这里啊，父亲节。啊，谢谢谢谢。There, I love there and mom. There, mom, I love there and mom. There. Papa 和妈妈 I love Papa. There. Love I there love. 本来就 remix 了。如果你认为只有衣服就错了，但是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 surprise。Yeah.
东西在里面。我不知道。什么东西？你又买淘宝啊？我又买东西来送你，包那个父亲节的。哦。要开门吗？对呀。怎么开？老亮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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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第一次买这样贵的东西，我什么都不懂。你猜看是什么？别猜！你又知道？我已经看到了。你已经看到了。喂，真的吗？真的。狂奔吗？狂奔！我们尽管可以玩你啊！喂，这是我的，还一个是你的。怎么你的？怎么你的？我买给爸爸 Father's Day 的哦。我大出血了。好啦，你疼我，我要疼你的吗？我到到要买，我才知道出到 PS5， 然后我到到要买，我才知道它是 Sony 的。现在开店了，是很帅呀、啊。谢谢老婆，就谢谢你买给我，就让我买那个 Apple 没有王妃，但是好像不是我玩，你看，要跟大家讲吗？拜拜，还有好多秀妹妹，请对我的，拜拜。一个玻璃一直在那边。谢谢妈，你觉得我们爸爸好吗？好。那你爱爸爸吗？爱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帮我泡奶奶。帮你泡奶奶不了啊？那爸爸很疼你对吗？他跟我玩。爸爸喂你。来哭的，来哭的，爸爸明天给你一个礼物好不好？新的，好不好？那你会很开心。姜的姜那里来到大旁边，你快点吃。那你，我快点给你水喝，好不好？哎。谁欺负你？爸爸。